所以你是写这些那个字体的粗细要差不多一样，啊，线条的粗细要差不多一样。啊，是是，这样。啊，字了，字了啊。你看这个，它就是你只要 make sure 它的那个笔势啊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字啊，字，这个粗一点，乐。字乐，默读读书，默。一笔一笔就行啊，不要快。读，读书。这个啊，你可以直接写这个。王安梅是吗？王安梅大姐。你看 ，OK， 你要的话你可以写一下。王安梅先生。怕我写错了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这个，谢谢你，是，啊，这是读书人的，啊，是，呀，这也可以写雅致。可以写一样的，这边写不许。啊，这个你写完了吗？有人念吗 ？The seal 啊 ，copy the seal。平比较。Huh?